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各位看一下这一章好不好？所以我这样说一说，我们要来读这个菩萨带众生受苦，那你就知道那要怎么去做了。而且光一个冤亲债主也好，众生亡魂也好，那你要用真实的这种心态，他的理论根据有了，那你要怎么去做？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叫我去他们家，什么有自杀的啦，他家有魔鬼啦，叫我去，我有时候都会眼睛睁大，根本在卖救啊，因为这个是自然反应啊，这个严重呢，对不对啊？
所以，但是真的去我还是去，如果他一定要我还是去了，但是去我就会比较认真，但是也是蒙叉叉，因为也不知道他感应如何。但是如果有这种秘书多好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训练好几个有秘书，沟通一下，沟通一下啊，但是秘书不能爱钱哦，这个比较难找。台湾的通灵啊、鸡童多的是，到处都有啊、但是能够有这种观念呢，除非他是累世的善根，不然没办法。因为这个是一个空性悲心，而且各位在这边都知道，如果我今天下午叫他来，我就排很长啊。所以因为每个都想问对方，如果没有一点点的悲心耐心，他早就倒了啊。就算他就是说都不收钱，他身体也会倒，因为他没有一个，如果他吃荤的啦，如果他不信因果，他身体会被吸光。因为有一句话，参与者都有共业。比如说我们带一个人来问他，这个被问的带来的这个，我们是共业的，不然不会参与这个事情。所以如果说这个被问的人他只认为那是你的事，那你就惨了，因为你是跟他共业才会跟你说这个话。你也要有悲心，我们带来也要悲心，这个人也有惭愧心悲心，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。就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看医生一样，这个意思吧。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随时，所以我刚刚这样讲是告诉各位，不要一昧的以佛教徒的立场去反对道教这个意思。因为佛法是没有对立的，空性的，没有形象的。你把自己认为我是佛教你是道教，这个也是个法执对立。因为佛法就是帮助众生，而且动机信因果，不为自己，承担对方，那就对了啊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，因为台湾的这个现象啊，就认为哎呀，王母娘娘、太子爷、迷信道教。我有时候都跟法师不要随便哦啊，这个福德正神，我们叫福德小土地，监牢地神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那个就是福德正神的本来面目啊。这些其他的福德正是监牢地神的分灵一样，分支一样，它是同属一个体性的。十地菩萨不要随便开玩笑，你有听过福德正神贪污的吗？啊，所以他没有这个阶段，他处理不了这个事情的。不要看不起对方，就像台湾妈祖娘娘，大家在迎，从妈祖底下过，可不可以加持？你要说有信心必得加持啊，因为妈祖是观音的化身，所以我们永远站在一个祝福祈愿对方好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你也看到那些，哎呦，黑道了在更丢，黑道也有信，不错，对不对？他总有一个。马祖他本来要把对方给枪毙了，马祖显灵说不要，他就会收起来，就很简单。所以我每次去海边放生去做烟供，黑道的是主委，哎，主委把这个杯，哇，爱走就 OK。法师叫我不要做呢，主委说要做，要放生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他还听这个嘞？啊，道义有道。只是说卡到政治他会用自己的想法这样而已，卡到金钱可能他会贪污，但是对他的神来讲，神还是不喜欢他这么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不会叫他去贪污的。所以我想就像监狱的受刑人更有信仰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认为不管哪一个神他都不会舍弃对方的，他永远给我们机会的，那只是我们如何能够用一个修行的供养来符合佛的心、菩萨的心，那更得到他的加持，他的力量就从你身上去慈悲了啊，去慈悲，
但是你不能利用佛菩萨的力量去得到自己道场或个人的利益，那佛菩萨就好像人家不灵，不灵是你把佛菩萨弄不灵的啊，因为你念经有目的啊，牌位要钱啊，那个也要钱啊，那佛菩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，护法神就帮不了忙了。所以我想，最好的动机，经典就是戒律，不管你办什么法会。你要按照经典所说的去承办，那这叫法会，不能叫什么钱会啊。是因为这一部经这个法，所以我们这样来做，这样可以。我们还是要恢复很单纯，因为我只能说我在心里了解，但是我们还是以法为主，因为没有空性啊，悲心。做不久了，最后就是财啊、色啊、名啊、退啊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做乩童、做通灵了、做什么，一定要有佛法的基本的动机跟戒律、因果，这一定要有。所以，我也跟我们道教的很多这些道士说，这个戒律跟发心是共通的，这个不是佛教动机，大家都要定得很好，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标价多少钱。求财神法交5000块，你的比我还欠钱啊！个财神啊，我还给你收5000块，我还给你发财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！啊，那你也会利用神的这个力量来得到你自己寺庙的利益，这样不好。神并不会叫你盖很大的寺庙，神没有那个想法，神只是说希望他的教法慈悲度众生，你去帮助别人，他没有说要盖很大。啊，这个盖很大，除非它有它的必要性，为了要办教育啊，为了真正的共修可以，而不是为了金钱、为了面子啊。挂像比卡大金呢，你越大就越麻烦。为什么？选举来了，黑白两道都会来找你，你就污染了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，我们还是要回归佛法。那当然，我带各位讲解这个，就是说你有心要做菩萨，你来读这个很有意义。你无心要做菩萨，那就种点善根也不错，啊，不然你就会读得很累。我为什么要读华严经？我为什么要读这个？这样啊，因为你没有心要做医生。真心要做医生的人，再苦的学问，花再多的钱去留学，他都想要得到，因为他想要圆满这个医生的力量能力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你会发觉你那头还轻啊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要先问问自己。好，第一，菩萨觉知这八大人觉经，各位还是要多读啊。生死自然，苦恼无量，就代表真相。这个世间所有有情，都是在什么叫自然？苦苦坏苦行苦，什么叫行苦？它就刹那刹那，它都在变化，这样而已啊。这个世间，像这个灯笼也好，这个人也好，这个花也好，它都在变化了。所以这个世间，各位千万不要去要求我永远健康，我永远心情好。我们家庭关系，佛教不是这个，佛教讲的是出世间，世间永远是苦，你要超越世间这样而已。佛教的空，不是把万法都变成不见了，空不是啦。佛教的空不是没有痛苦，释迦牟尼佛是证的空性的人，但是他依然身体在生老病死，他所爱的家人全部被杀掉。但是释迦牟尼佛是在空性里面接受这个，超越这个，还慈悲这个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知道，所以生死自然是个真相，时时刻刻痛苦忧恼一直来啊。所以我还是讲这句话，各位，你要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，这个苦恼无量，一定要感受感受。如果你开始有感受了，你有一点悲心了，那不要排斥，排斥的是你的我执，因为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苦，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苦，怎么去苦里面度众生呢？菩萨的目的就是要从极乐世界再来下地狱，对不对？我来下地狱，帮助地狱。只是各位。惭愧，现在我们没有资格下地狱啊！我们没有资格在火里面烧，又变度众生，现在还没资格。